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星林心如是演艺圈中著名的娃娃脸女神，尽管已42岁看起来仍如同少女，先前接受访问时透露自己对美的看法，认为美不是靠外在打扮或是多余的东西来衬托自己，更叫说自己刚出浴的状态是最美的。林心如近来在《我的男孩》中大谈姐弟恋，现实中她大霍建华三岁，先前接受 L 杂志采访时表示年龄不是问题，重要的是彼此的价值观和沟通方式，以及男方心智是否成熟，间接称赞老公都有达到标准。为人母后，她对女儿疼爱有加，对女儿的打扮也格外用心，但不会刻意把她弄成公主或芭比娃娃，认为女儿只要简单穿就很可爱，也说现在孩子年纪还小，他希望能多陪伴女儿成长，但不代表要放弃工作，而是尽量把工作集中在工作与家庭之间，取得最大的平衡。林心如被问到觉得自己何种状态最美，她透露是刚洗完澡，身心都处在最舒服最放松的时候，她认为刚泡完澡血液循环很好，脸颊红通通的模样还蛮美的。已经迈入熟女阶层的林心如认为，女人由内在散发出来的优雅气质才是真正吸引人的美，不需要特别打扮也会觉得她美得很有味道。林心如是著名的娃娃脸女星，翻摄自林心如微博，林心如左大赞老公是对的人，翻摄自林心如脸书，林心如自认刚洗完最美，翻摄自林心如脸书。